躲过彗星，当心炸药桶。这我们不用管他，就把刀补好就 OK 了。兄弟们，打对线石头人是很简单的，六级前把小兵补到就 OK 了。然后两级学 W， 用蓝量，用蓝量转换成血量，把他的蓝量给他耗光。我一个 W 可以顶他两发 Q 左右，勉强。血量低一点的话应该是可以的，让他 W 姐走出彗星范围，少吃个彗星回一口血。打石头人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能被他 Q 的情况下你也 Q 他一下，然后你被减速，你吸引小兵仇恨，小兵嘎嘎打你，小兵打你的时候你还是被减吐，是被减速的状态，然后你就会被小兵多打两下。这就是为什么换血换不过石头人，他的 Q 也会吸引小兵仇恨，但是他跑得快，他跑得快那小兵仇恨就 很容易会被断掉，你被减速的话那个小兵就追着你打。你看我到现在我掉什么血没有？没掉吧，对吧，他一直 Q 我。现在 Q 他一下就没事，打石头人就正常 A 小兵啊，推线呢，但是把旁边进了白桶子，不要让他 Q 到你，然后再开个 W 过来 A 你，开 W A 你的话你就扛不住了。我到现在我都是满血，再 Q 一下要进场。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他 Q 我也没用了，他知道换 Q 我打不掉我血量，他就懒得 Q 了。那我这样跟他发育肯定是我比他好一点，除非我队友全崩。统治时间快到了，炸他一下。炸到有机会杀，五级的话就没什么机会了，嗑药了。没有什么好处。队友发信号的话，把兵线处理掉就走。然后闪现，哦，你最后套技能应该没好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松，嗯，喜欢松。我满状态，所以他抓不死我。我要不是满状态就不好说了。就他两套技能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这就舒服多了，他抱你抓我也抓不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人人有份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我就卡着小兵就行，让他推线推慢一点，他嘎嘎漏刀。他一波线基本上就能只能补一两个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钻石。你要是按照我的水准来看的话，钻石确实是玩得很差的，但是你不能确认没有人像你一样来打这个分段，对吧？你能打，那别的小袋也能打。
哎呦我操！在这个分段能乱杀玩得很厉害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小呆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帮我评价一下这个石头人。毕业不再谈一会的话也是买不了上相的，他哥巴600块钱，我有两个饼干，他出 AP 他打不死我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等妈妈回中路。渣子，死亡让我吐了出来。脏东西！那时候上路不见了，我得赶紧把线清了。他们那边的处理完之后，就会回来抓我了。人人有分，所以我这线要清快一点 ，A 下。A 下塔就走，2083，把药买了。爱你们就能安逸。大给他打掉，伤害刚好够，我对伤害有点不太自信。队友那边局势也好像有点不太妙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人人有份。看都不见了。在在在。更多火药。操！留个眼线在外面。靠！砍死你！操！操！操！渣子！脏东西！
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，烧吧。急急急急北北北北豹女红了，这豹女玩游戏玩的脸脸红扑扑的，好可爱呀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兄弟们猜一下豹女红没红。当心炸药桶。我要把死亡轰炸。啊，还行，他值钱了，他值钱了。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？我不吃槟榔，我以前吃过槟榔，我以前住湘潭的时候吃了一年多的槟榔，但没上瘾，说不吃就不吃了。因为掐槟榔，我最讨厌一件事就是掐完槟榔我就不想点蚊香。我靠过槟榔戒过烟，然后也靠过烟戒了槟榔，真的。我以前戒蚊香的时候就是掐槟榔戒的，戒槟榔的时候是点的蚊香戒的，这两个我只能选一样。烧吧，人人有份，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不要侥幸心理。哇，我掐了槟榔之后，我贼讨厌点蚊香，贼讨厌，是贼讨厌。又一个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你还交了一呢？当心炸药桶。好在你洗个澡吧。不要相信比尔吉莫特的啊，这啥情况呀，你换什么烧吧。帮你好快的一步，砍断敌人，就这么干。不行，我得抽点移速装。更多火药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豹女是干打的。时刻留心背后，追不上人。
直接打吧，不造你。我找盲王去吧，这盲王一定要处理掉，不然他一直带很狗把恶心，一会那个塔就没了，因为这个逼装备导致他清线太快了，知道吧？他一直拆塔都很快，但因为这个装备清线快，所以他拆塔就更快了。烧吧，忍忍车贤开火。因此，你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哦，你不知道去哪儿。这是真个把手中，人人有份，更多火药。顶不住啊，兄弟们！这谁发的？正在路上，他喵的！老子回了一下头，看了一下，这谁顶得住啊？玩的老子他妈头昏，玩的咋回事呀、啊？他们是不是？那是不是被暴女人给秀麻了？先生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草莓辣条卖老子！留个眼线在外面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我要想带线。你带个哥哥，现在轮到我带，要你们来找我，听到没有？见你是杀你是。没线没线没线，别点，点就烦。你在我面前就别秀了，你秀秀我队友就拉倒了。射了射了，别搞啊大哥，你他妈死了一回龙没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带得过我吗？现在是要你队友来守我，出门就给你做了。这是一把剥皮
去上路吧，这不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救我一下，我去蹲满稳。满稳人呢？哎呦，你他妈还打起蛤蟆来了是吧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不是他人呢？在这里。估计要去大下路。完了，我把橘子吃了。好，完了，我把橘子吃了。好，大龙没了。哎呦，这波没吃东西也给他，我被他大起来。啥鸠巴东西？大龙估计是没了的，没视野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夜刃更没用。把你做掉先，第一个就杀你。人人有份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统统烧成渣，更多火药。你们跟我干什么？啊！我操！中线看一下呀！哎呦，真的是智商不够，真的智商不够。给他点了中路线没人清，我操！完了，我真的是要反位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过去干嘛？还好有春哥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这波还行吧，因为我下路破了一路高地了。幸亏他们回去把线清了，不然我真的要被气死了。
我最担心的情况就是我喊塞拉斯去跟蛮王带，然后我来这边打团，结果没有人能开团，然后塞拉斯又打不过蛮王，我就真的是，那才是真的是爆炸之中的爆炸。我不拿了，你们杀吧，杀不了五杀了，那下路推线有时候一波的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这波定的好，我操，打团倒是不怕他们，就一直带线太烦。藏不起，当心炸药桶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不行就撤了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渣子。脏东西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又一个，跳跑这么快，打了个疾跑还好。留个眼线在外面，烧吧。操，没斩杀掉，很烦。我出个春哥，跟队友团上也行。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跑了，不要相信跑了吉沃特的鼠辈。哎，石灯空大了，快来给我套个复活，快快快！你怎么不套复活的呀？好吓人呐！感觉中路都一波了吧？就没必要打大龙的。Yeah.